应验了那句话，哎，人不可貌相。我带来一杯啊，给你来个干酒。你看啊，这个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，包括我们的乐队老师，参与演出的每一个人，那我们心里面就是很多的感动，很感动，一直想着要退休，但是又觉得如果有一天看不到这些的话，你会觉得可惜的。是啊，是啊，真的唱得非常好。什么叫做天籁？你真正应验的那一句话，人不可貌相。真的太会唱了啦，真的太会唱了。我来最后。
输啦，哎啦，对啊，你的歌声超越你的外向，超越太多了，传哥，对对，点头如捣蒜啊，对对，我真的听他唱这首歌，我觉得那个真音跟假音的转换太非常流畅，而且就是很舒服这样，只是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意见，就是比如说你的真音如果说没有配合你的这种方式唱的话，会就变得稍微比较没有特色，对哦，对，行，这个行家跟我看法是一定要这样互相交换才可以哦，就觉得 R&B 你的这个功力是这样子在展现的。Mariah Carey 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有这种真假转换，然后那种在那转换，然后让你在不突然间来的海豚音。你海豚音唱得很好，对，是干净，很轻易，对不对？轻松，像以前我也唱过那种像 Bee Gees 的那种假音，我们也唱过。哦 ，Bee Gees 那个就是那种就叫做小嗓子，可是后来因为唱了摇滚之后呢，就没有办法去，就你一定要选择。宪哥就唱的这个就是这种小嗓，很小嗓，而且他唱完以后哦，那个菊花会变紧呢。哦，要不要拿这个帮你通一下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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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需要辅助。我这同时拜观音观拜的比较多。是是。哎呀，哇！今天这音乐的享受，享受享受，都好会唱哦，都很厉害，都很厉害。刚跟他。